八位不同版本的杨贵妃。第一位，冯宝宝，她出演了86台版杨贵妃，是第一位在影视记录中的杨贵妃。她扮演的杨贵妃不娇弱，反而英气十足。第二位，林芳冰，90版《唐明皇》里的杨贵妃，她的杨贵妃肤如凝脂，脸如满月，优雅华丽又精致，时隔31年无法超越。第三位，周杰，今已去世，他出演的92影版杨贵妃，一曲霓裳羽衣舞，惊为天人，一颦一笑一风情都把握得恰到好处。第四位，向海兰，港姐出身的她出演了 TVB 版杨贵妃，她饰演的杨贵妃天真又善良，虽没有特别出彩，但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第五位，王璐瑶，大唐歌妃里的杨贵妃由她出演，中俄混血让她的杨贵妃更加成熟美艳，每一个动作都透着贵气和妩媚。第六位，范冰冰，在大唐芙蓉园王朝的女人杨贵妃中都出演了杨贵妃青涩稚嫩到精致美丽，两个版本都有不同的美。第七位，樱桃，她出演了杨贵妃秘史里的杨贵妃，从少女到老妪更加体现了她的层次感，樱桃小嘴甜酒窝，媚而不俗，让人惊艳。最后一位，张蓉蓉，电影《妖猫传》里的杨贵妃，作为中西混血眉眼无疑是精致的，只是混血的违和感也让人心存争议。你觉得哪一位杨贵妃最经典？